棕瓶和美白精华的顺序。如果是小棕瓶和美白精华叠加使用的话，建议先用小棕瓶，再用美白精华，效果会更好。因为小棕瓶的主要作用是抗氧化、修复肌肤，其分子结构更小，用在美白精华之前，更容易被肌肤所吸收。小棕瓶精华富含的酵母萃取物是促进肌肤组织加速分裂，清除老旧物质。使用时间段，你会发现皮肤一天比一天光滑。